就网络声量来观察的话呢，其实说真的哈，民进党的这一组真的是蛮弱的哈，都看起来呢拉不太上去哈。就算是有什么赖萧佩啊，这个真的萧美琴、陈定菊，都看起来呢没有什么波动哈。但是呢，你看哦，这个包括像是这个柯银佩哈，一下子可以就是往上冲，冲到14万多的这个声量哈。然后呢，这个侯康佩形成之后，也可以飙到13万多。那以目前来讲的话呢，当然整体而言，好，这个柯银佩仍然还是在网络上面声量较高啊。那么其次才是侯康佩。但是呢，那大家在主要在讨论侯康佩的时候，在讨论什么呢？有人就讲，主要是因为有赵少康啊。那赵少康呢，你看现在目前如果要比较三组的副手来观察三个人的网络好感度，你看萧美琴反而是最高的 0.81， 吴欣盈是 0.57， 赵少康 0.47， 他排在第三。可是如果以声量来看的话呢，赵少康最多，而且领先的幅度比较大，18万多，然后才是吴欣盈7.8万，萧美琴4万多。这个代表什么呢？就是说现在其实大家在关注好这个副手，哎，这个好像感觉关注的程度不输给侯友宜，或者是不输给柯文哲。好，那我现在要问的是董哥，那现在会不会刚刚我们在讲民进党接下来要打的话，不要说是打侯友宜了，可能也会锁定赵少康？那当然了，因为他在侯康里面看到哪一个人有空隙，他就会下去打。我们跑选举这么久，其实副手一般来讲，只要没有造成负面的话，大致上就够了。譬如我现在如果问各位朋友，宋楚瑜选的4次，他4个副手的名字你知道吗？一般人一定答不出来，对不对？对。那可是你你就会说啊。是啊，那副手为什么这次赵少康会那么重要？对，对不对？宋楚瑜显示是真的没有人知道啊。就是你要问，包括很多媒体圈的朋友或名嘴，大家讲说，对啊，可能开始要去股市啊。那没关系，我等一下再告诉大家。可是你今天看赵少康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知名的一个媒体人，对啊，那他自己有在主持节目，然后自己有经营媒体，那对于记者来访问大概这一年都来，他来来的都不会拒绝，对他都你只要到中广他就下来大家站了，他就开始对时事发表意见，你有什么问题他有求必应，可以这样讲，所以他的支持度不一定那么高，可是他的曝光度是很高啊。是，那当然，因为赵少康过去是新党的创始人，新党当然有他的标签嘛，有他的标签，这个标签就是被列为是统派嘛。是，简单讲，那赵少康当然他现在不是新党，他现在回到国民党，回到国民党一度还要选党主席，大家记得在江启臣时代。可是我们可以看这一波为什么？因为他是临危受命，跟其他人不一样。他临危受命，那临危受命的话。他那时候为什么同意呢？因为照他所讲，他在同意的前面，他还一直在寄望说蓝白合。对。那蓝白合既然不准没有的话，那他就爽快答应，因为他有侯友宜没有的一些优点。是。大家可以看到，就在这一波这些副手人选，他们要去跟年轻人这个接触他有他的困难，就是。现在年轻人其实我觉得他们比较有定见现在为什么会锁定在柯文哲身上，是因为他们认为过去国民两党都长期执政，那他们现在所遭到这些，譬如我买不起房子，或者我生活碰到的困境，你们国民两党都有关系。你想想看，那时候在质问那个赖清德的时候，哇，是什么场面啊？对，对不对？对，不会放过你嘛？对啊，你赖清德在台南连你连一栋社宅都没盖，是零，赖清德讲不出来，这事实啊，对啊，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他们也是非常关心，也非常犀利。现在有几个方法啦，比方说。最近热度很高的是叶元之看板，这个是不是有什么题材足以发挥这个波基，你知道这个现在目前照这样来看的话，赵少康跟侯友宜这组还可以怎么做年轻人的支持可以反映出来，你看真的很有趣这个之前是挂侯科看板，因为破局了嘛，那怎么办？叶元之重新让绘画师赶工，把柯文哲
涂掉，变成是赵少康的画像。然后赵少康还说画上去的人不像他啦，哈，头发可以多一点，可是很有趣啊。所以这些是不是都是一些梗？哦，还可以怎么样产生出更多的梗，跟年轻人连结跟对话？其实年轻人不能用就是说像赵大哥哦，他前两天有说一个叫做年轻人觉得柯文哲好笑哦，所以他说可是好笑怎么当总统呢？其实我这个我必须要讲一下哦，就是说很多的年轻人关键在于他们不关心政治，所以呢，柯文哲至少让他们愿意看他讲什么话。当一个政治人物，年轻人愿意听你讲话，就赢了。因为大部分的政治人物，你去街上哦，找几个大学生，你去拿我们的各部会首长给他们认哦，我跟你讲，10个有9个都讲不出来他是谁，这个是肯定的。他们对政治关心程度绝对跟这个出了社会哦，或者说关心时事脉动，比如说我们这个媒体业啊或什么完全不一样，他们比较冷感。他们可能这个你拿什么韩国女团啊，或者是说什么韩剧的明星啊，这个好莱坞的这个对这些他们可能更熟悉哦，但。如果今天你在政坛这么久的时间，去要如何短期内跟年轻人搭界，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叶源之某种程度搭了一座桥，让你在网络上面被讨论。对。可是这个东西，毕竟它只是一个叫做效果而已。对。对，它不是本质。接下来是什么？接下来是哦，比如说这个赵大哥哦，今天他在这个广播的这个专访里面，他说哦，他二三十岁哦，买了好几间的这个公寓哦，他说呢，那年轻人如果想要赚第一桶金，我可以来教大家哦。其实这会让我必须要讲这一段话哦，有一些东西年轻人可能会愿意听，想说知道哎，你到底怎么成功的？你的成功学可以拿来这个分析参考嘛？对，但是前面那一段我说啊，我20几岁就买了几栋房，哇，这个年轻人听到这个会有相对剥夺感，所以我说有时候你在跟年轻人互动的时候，第一个先了解年轻人困境在哪边，比如说物价哦、房价、居住正义这些议题啊、提出解放是如果。国民党执政可以帮年轻人做什么？跟民进党的大傻逼有什么不同？对，我相信现在年轻人很聪明啊。你看那个赖清德到学校里面啊，或者说之前柯文哲到学校里面，他们提的问题，老实说蛮多都蛮有水准的。其实如果现在不能到学校，因为他们说现在登记了，因为教育基本法规定说学校不可以帮特定政治团体宣传哦。那我觉得有一种方法啦，就是哦，一种叫做在外面办嘛。对，就在校外的场地嘛，啊、哦，这是一种方法。另外一种叫什么？另外一种就是，比如说哦，就让电视台当媒介，比如说我们就电视台办的这个所谓的政见会也好，辩论会也好，邀学生代表来提问啊，类似这也是一种跟让年轻的意见能够互动，但关键是你要能够了解年轻人的处境。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我吃了2-3天，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因为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你知道吗？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称它是神仙的礼物。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也因为这不是药，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做好日常的保养，身体健康没负担。每日克斐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